欢迎来到。那我上去打他一拳，他是不是也不知道是谁打的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找到罪恶。保镖知道。那叽里咕噜的，我没听清。懦夫。全军出击，你也就见怪不怪了。做完了。别怕，有我在，没意外。掉伞，我操！这个什么玩意儿了呢？死了。那能勾着吗？那不是扯淡的吗？喝口汤。放E这挡勾啊。没有意义吗？晕！一扣！准不准？我们可以直接去中路干克一波啊！卡牌有传送吧？行，帮卡牌干克一波。虽然卡牌的伤害几乎为零。狗熊过来。
Hello， 杀不死吗？直接闪现过来啊！你听到他们的？开打没事。伤害有点低呀、啊，哎，可以，能杀就可以啊。伤害这么低吗？先撒火蓝，来把跳弹打了，断了他们的后路。走位啊，杀机器人。真是个笨逼。这死哥也能上上牌面吗？小龙凭啥打我呀？喜欢走位。说实话，我应该勾他闪现位置。刚才，哇，小黄毛可以啊！我们家的小黄毛，这玩意儿不太好运。记住啊，泰坦勾完人一定不要接平 A， 知道吧？杀的。哎，啾啾。A 字大漂亮，没事，你让机器人杀了就杀了，不重要。哎，吸回来，机器人拿600没用，为啥？因为你勾完以后，如果你不接大，它就能动。你的平 A 是禁锢，它就能动。勾完接大再接 A， 不要接平 A。勾完直接接大的那人动不了。被遗弃，被遗忘。
怎么不补车呢？他们家那机器人就根本就不管那金克斯，决裂了。帮你这挡 Q， 好 Q， 这也能动。泰坦的钩跟锤石的钩是不一样，这玩意儿可宽了。来个骑士之士吧，我们去波上路帮波盖伦，那上路老打架老打麻将，帮他一波。查不查？防御塔护城即将破损。这不行啊，这玩意儿那杀不太了。刚才配合有点问题，我呢，我寻思勾一下子我就走，那 EZ 上了 ，EZ 上了吧，我寻思我们上吧，上完以后 EZ 又要走了 ，EZ 要走完事我上了，我上卡牌又要上，卡牌上完卡牌又走了，卡牌走完我上了，我上完卡牌然后又想着上了，也导致我们这波死了三个，死了两个，配合有点问题。谢谢猴哥家的派大星大钻石粉丝儿。退潮了。机器人才六级吗？刷勾，老幼了。这死哥这么不怕死？
果然是死歌呀！没杀！哎呦我狗熊！ 给他野区都给他收了。四个二塔，我们俩一块儿。二塔我不要了。 打他们家可能得来一个十线鬼本甲，要不然容易被秒。拐大，有点歪。 我上，别怕，回来吧你，猪，玩具别动，我给你扛来。 他妈干啥呢？你搁我脸上放炮？你是不是当我是傻子？干啥呀这？投降了。